收看电玩宅舒佩，我是樱花。知名手游 FGO 在全球有不少的死忠粉丝，超高的人气也吸引了不少作品跟他联动合作，而现在就有一超狂的合作要展开咯。如果 Seba 以布袋戏登场的话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霹雳旗下知名 IP 东离剑游记第三季即将在4月3号开播，官方表示为了纪念这个里程碑，将与知名手游 Fate Grand Order 推出合作影片，担任东离剑游记故事原著剧本总监修的虚渊玄，先前就受邀撰写 FGO 第二部第三章的剧本，也曾推出 Fate Zero 小说。这次合作更表示 Fate 系列代表角色阿尔托利亚潘德拉冈将会在影片中登场，官方也抢先释出了精心打造的 Saber 人偶，让粉丝先睹为快。过去官方就与手游刀剑乱舞合作为三日月中镜打造专属戏偶，这次会带来怎么样的惊喜呢？合作影片预计4月2号播出，各位粉丝们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啰。